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嗯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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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他们今天去是因为他们明天可能会有台风，可能会有盐，所以他们今天去了。活动明天才开始。我在这儿叭叭啥。全军出击。7W3L 是一胜三败呗。哇哦，哇这么凶，哎呦没扎着，我这贼卡的走位可以啊。这走位给扭掉了，这要是没扭掉也掉不少啊。上路对线肯定是很激烈的吧，不过现在兵还没有吃药。哎，熏进野区被那个大树的儿子看见了。现在还想入侵一下吗？哎呀，这被塔砸了比较伤。上路对线有看头啊，其他路其实没啥看头，上路对线有看头。哇，中路怎么说啊？闪现点一下一换一啊，这中路打的凶啊，谁也不怂，你打我就打。这要带个凯旋那就死不了。精彩，一换一。哎呦，可直接溢上来了吗？他是军在后边啊，我塔站也在。哇，按 Q 了两个人，大树闪现走，我剩一丝儿。哎，熏被塔砸死了。可以呀，李宁。打的拉扯可以啊，这局很关键啊，这一局相当关键了。
BLG 下了五个人啊，还有一头猪加一匹马。哎 ，Scout 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到他这个位置是从哪来的？推呀、啊！资源真快呀、啊，牙膏。上路对线是真可以。来看看野区遇着了啊！看双方打野都是五级。Scout 六了，黄鸡这边没有大招。哎，唐这个位置能走吗？君柱、瑞尔、木子跟瑞尔都能走吧？那就别追了吧，这还追啥？哎呀，那中路 Scout 线儿来了，怎么的？贼卡 Q 空了一个，感觉好困。是啊，看比赛就是容易困的，你不困吗？你看比赛不困吗？不会有人看比赛不困吧？最舒服的是什么，兄弟？是躺在床上看着比赛。然后睡。哇哦！最好再能来点薯条。现在李宁上路比较难受，上路压了大概十几刀吧。哎 ，Scout 这个位置。这么狂吗？我直接 W 走，没留住。看看啊，三个人要越下路 ，Elk， 这一幕怎么好像见过呢？这 Elk 又一个人了，那完了 ，Elk 怎么老一个人呢？上巴也一个人啊，上巴一个人也是这个大树加个日女啊，让人仨人给越了，只不过那把是侠。正好看着回城了，你咋不跟他一起回呢？差钱呢，真贪呢。
咋不一起回呢呢？哎呀，这也能贪呢？这 BLG 不是把人当傻子吧？这不能贪呢，那钱也不能贪呢。要回那就一起回，要么就一个也别回，一个不回还不敢越。你回了不越，你越谁呀？哎，又搞这些？没回，昂没回，看看昂这个位置啊，抽了一下，这波昂有大的啊，这个位置还行，但是蓝还是被李宁拿下来了。哦，日女直接大到黄鸡，黄鸡有闪现，宫女开大了吗？宫女又给死告他大住了，大波比不行。上路确实比较难搞啊，上路是分离者打小反甲，有点难办，没戳到。上路剑姬的英雄单挑确实狠，哎，这波又要越艾奥卡，艾欧克能走吗？嘎啦直接闪现杀艾欧克，现在还剩昂一个人，想留嘎啦能留住吗？嘎啦还有大的宫女过来了，哎，这黄鸡怎么穿这边来了？那怎么办？那熏怎么办？熏的位置还能走吗？熏被打飞了，熏有闪现，哎，但也不行了，买的雷被拉住，我说那牙膏怎么上去了呢？那牙膏上去了，那熏怎么办呢？看见你下路又一个人过来又要杀，日女有钉，哎呦，可让人给放弃了的。这波下路是牙膏想漂移过去啊，你走过去得了呗，漂过去干啥呀？漂移失败，咱没有那马力就别漂行不行？整一个桑塔纳飘啥呀？还是得靠剑姬儿，剑姬儿啊，剑姬儿。我承认啊，冰确实很肥，但是还是不好打。再把 BLG 不好打。对线一线塔也不好打，这剑姬儿
你这一天天打人都不掉血。哟，打战这把出面具了，还带个强攻，说是。已经直接开龙，那 BLG 拿先锋没问题，先锋换龙可以接受，剑姬是需要先锋。嗯，是先攻啊，我说的不是先攻吗？错了，说强攻啊，错了。哎，我错了。上路差了2300，中路差600， AD 差了800左右。剑姬的位置找树敢捆吗？其实我觉得可以打，大树还有钉，干哈不敢打？打就完了呗，那肯定会被打啊。不过大树也怕后边有人，比较能理解。剑姬是秒他，大树有钉啊，秒肯定秒不了，没那么夸张。秒，一秒四，我一秒四破我也打出来，他都秒不了那大树，没那么疼。现在等剑姬装备吧 ，BLG。小炮大招没放啊，看看这波团战啊，黄鸡推了一下，然后回来，但是被魁上帝顶了一下，黄鸡死了呀。让波比套东西了，套了一个地雷。啊，现在剩一丝血，这一卡一个闪现坑，但是空了，都反应的比较快啊，都没中。打了一波。零换一，BLG 除了猪女能治得了这小炮，没别人了呀，有点无敌了，其他人没啥控制都。这塔可以拉扯，剑姬现在只能带，团战肯定是不行。
说李宁这边双 C 呀、啊，黑哥只需要混吧混吧就行。经济持平，经济持平是因为剑姬推了个塔。你现在剑姬跟波比单带，旁边老有人，剑姬不能死，剑姬不能死，死了游戏结束。OK， 这边李宁选择去抓剑姬而放小龙。拆塔狂龙，现在剑姬一定不能死，死一次节奏直接断，死一次节奏直接断档，等 EZ 的魔切吧。魔切也不行，得等 EZ 黄鸡三件套了他俩才行，等 EZ 黄鸡三件套，剑姬四件套的时候，哎就行了。快点打一架吧，眼睛睁不开了，我不行了。好、啊，朱纸开大招了，能追吗？我瑞尔直接闪现开，开俩人了，瑞尔直接被秒了，大树叮了一下。哇，现在波比跟侠的伤害都很高啊，黄鸡直接戳过来了，身上带完免，不怕阿斌过来。塔那边一换一，辅助换辅助，看看 BLG 要不要开大龙。BLG 开大龙，李宁能给吗？四打四，反正看见再打了。四千血，三千血，秒龙吗？两千血，一千血，先把龙秒了。OK， 龙掉了，龙掉了以后，黑哥闪现过来。要杀 EZ， 打不过 EZ， 但波比跳出来了，波比先杀 EZ， 黄鸡也死了，死了双 C， 然后换了条大龙，赚呐，赚呐，有点困，兄弟们，我顶不住了。李宁，加油！这日女大招留人，原有水银鞋，这熏大招没法甩呀。要反推一波中，中路应该掉了啊！上路剑姬装备真不错了，现在剑姬装备是真不错了。现在 BLG 要推中，日女直接紫到艾欧克，
看看日女的位置啊，后面皇帝有防御塔，瑞尔开了一个大招，一得甩了个大，没甩到人。子告的身上套地雷，哎呀，左边还有嘎啦在推塔，不是嘎啦呀，斌呐，对不起啊，斌，对不起。俩人长得有点像啊。马上小龙16秒刷新，看看李宁给不给啊，看李宁给不给，我感觉李宁得给。这个大龙 buff 不好整，还没消失呢，这龙 buff 我感觉李宁得等，得给。一队现在 poke 也比较厉害啊，中指前面一顶，谁上我就拱谁，家里剑姬怎么办，家里剑姬破剑者，哇，黑哥配合波比现在要杀剑姬，哇，一秒四破，可惜没有利刃华尔兹，那龙应该是要被 BLG 给拿掉了，让龙换人头赚呢，龙又没用，困了睡一会儿。下波要精彩，听牌龙。要昏。起来。真他妈催眠，我操。顶不住了。我是真有点顶不住了，我操，我眼睛睁不开了。加油。已经加油。起，我不敢使劲敲，我儿子睡觉呢，怕给他吓着了。看看啊，日女大招想大黄金，定了一下没定到，那只是想打个招吧。谢谢 Zico 的钻粉飞机，谢 Zico。Zico 记得房间 VIP 20天之内要来一个0.1英寸的东西打一个卡。当然了，这对于你来说肯定不是什么事儿了。下路想抓宾，能抓到吗？这抓不到。大树儿子炸人也挺疼啊，我操，这大树出的 AP， 李宁有点不把人当人了啊，大树出的是 AP 的呀，双面具，哇，这边龙直接要秒了，龙还剩2000血，大树把龙拿下来，大树直接开大招，下路看看啊，下路斌还在推塔，怎么的 BLG 还要接吗？不是，哎，怎么个事儿啊？
不是，这怎么个事儿啊？那 BLG 不是少人吗？我一心思啊。金已经春哥甲，能否力挽狂澜？波比推塔属实是很快，一个门牙塔没了。我剑姬直接开大招，看看一秒四破没用，让小炮给大走了，伤害不够啊，换了两个才。公子想追，这边 Scout 直接要回家了，这 Scout 卖人是吧 ？Scout 啊 ，Scout 要 TP 回来，我 Scout TP 回来要推基地了，波比推的老快了 ，Scout 还在推基地，黄鸡有大吗？黄鸡没有大呀，黄鸡只能硬戳，两秒钟不是，还剩两下，还差两下，但是正面已经没了 ，Scout 啊，用他生命中最后一个平 A。